赌钱哦？您的拿走。干爹，您的拿走。对啊，放着。1到21，你会不会？1到20，我会啊。对，你会吗？我会啊。最多叫三个数字，最少叫一个。好，最少一个，最多三个。你要赌钱哦？您的拿走。干爹，您的拿走。对啊，放着。先放着。放着。我怕你得。谁先叫？等你们两个 PK 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两个 PK 吗？多两个 PK 啊！剪刀石头布。剪刀石头布。我决定。你好，给你决定好了啦。1、2、3，你先叫。4、5、6、7、8、9，10、11、12，13，13就好吗？嗯。14、15、16，17，18、19、20，输了。就这样飞走了。再一次，来，叫到21输来。我先叫，叫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我想一下，可以啊，13、14、15、16，你会输，我死不叫啊！该你啊！我太算了。18、19、20，哎，也是我。17、18、19、20，哎，也是我。11、18、19、20，哎，也是我。啊！17、18、19、20，你看，你跟他玩学霸，你跟他玩学霸。啊、他学霸，台大，台大啊、哦。剪刀石头布。赌上台大啊、哦！我先。对啊。台大对上小气大台城。2、3、4。5、6、7。8、9。10、11、12。叫啊！我觉得跟你面临到一样的问题。而且我跟你说，他气场很强。我会死在同一个地方。我也觉得，你喊13、14、15、16，他如果停在16，他一定有一个。他停在16，我就会输。那你13、14、15，他16、17、18。叫你赶快赶快跟他去死！怎么弄的？我在看两个白痴。所以16是个结界。16是个结界。我们说什么都要喊到16。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9、10、11、12。你喊不到16啦！观众朋友们，你们可以上网告诉我们到底诀窍是什么吗？姐姐想知道。刚刚他差点赢10几万。对，他刚刚差点赢钱。你们差赌什么东西啊？待会你来玩、啊，跟他玩。好嘞，来1到21。我让你，你要先还是后？气势气势的，你要先。哎，有两杯在这。这杯我太少。我等下他在弄冰块。1到21吗？对，1、2、3、4。哎，等一下，怎么没救了？刚好5克。